里，哎呦，这海参，哇塞，看这个黑黑的，离大远远就看到了，这一个还不是很明显，但是这个个头也不小，看，收了啊，哎呦，这个呀，你看它的爪子这么长，等我的有点变形了都，还不错呀，收了啊。这附近好多石块，咱翻翻看。从这边开始来。哎，啥玩意儿？小螺。啊！哎呀，海星，小海星在底下，咱不动它吧。啊，你看这里，是不是一只海参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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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个头也不小，看这么粗，它的小刺都站起来了。收了啊，这个形状还是最好的呢。哎呀，这个海星不错呀，好漂亮啊，就是个头有点小了吧。再给它放水，给它翻过来，海星翻过去都不容易翻过来，这样吧，八爪鱼鳍没有，没有，我看这底下还有海星，看这一个还太小了，但是这一个很好看，不错的，但是个头总体来说也太小，咱就不收了，让它继续找吧。我看这里还有一个海星，哎呀，拿不起来，它贴的太紧了。两个呢，起来，看，好哟，这个腿还带拉丝的呢。看看这个，哎呀，这个也还行，都太小了。把这两个跟那两个放一块儿吧，让这叠一窝吧。不用吧。这还有，这里边太多了，哦，都太小了，能不能捡几个大的？看，哎呀，这边打扰人家了，又得挨粉丝批评，不要就别打扰人家呗。看，我给他放石头底下吧。嘿，嘿，那是个什么菜？鸭舌，不认识。哎呀，哈，看看还有吗？给你们看看，这是一朵龙须菜在海里的样子，我不要了，但是就不能就别把它拿起来了，放这吧。看这里还有不少呢。哎，那咋回事？他们怎么没吸附东西，一拿就起来了？这是龙须菜小时候吧。我的天，漂亮呀！这个头可以了，那这个吸在石头上。哦，它的小脚脚，你看，看看啊，收起来啊，这几个大了可以要的，小的让他们再长一长。那这三个我就丢了。今天换了个好地方，你看吧，这边好多海星啊，这个太小咱不要了，我就不惊动它了啊。这个这些石块底下都是坏的，小的石块底下没有吧？没有啊。哦，八爪鱼，看，哎嘿，哦，还不想起来？你看，你看，吸得好紧呐！啊哈，起，桃子脑袋，哇塞，这个不错啊，收了，好过瘾，今天在这里，以后咱经常在这边。我出这个黑溪，你看到八爪鱼了，在哪儿啊？你看，你看进去了，这里水太深，很明显啊。看我把石头给你找出来。哎呀，这个石头很沉，我试试能不能起来，万一这底下也有八爪鱼呢。还没有哎，那就在这个底下。哦吼吼，这边石块看着很大，但是很轻。哎，这个也是不错的，比刚刚那个是小一点啊。收了收了，开心。这边一个大鱼，哎呦我的妈，看看海参，我竟然没看到！哎呀，先把海参拿起来。哎呦，这一个长长的还行，收了啊。我是真没看见。我也没看到，因为这个海星太明显了，注意力都在这里。哎，这个个头也可以，能吃得着了，回家吃了它。起，看看有大货没？啥也没有，海蛎在这里边都是有肉的。走吧，这个是啥？啊，啥也没有，放下。石头，哎，我看见腿了。起来吧，大哥。
我们很有缘呀。咦，这个也不错啊，看，哎呦呦，这个就能炒鱼排吧，估计多放点配菜可以了。谁挑鱼啊？快看！哇塞，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。每次来在这个坑里，多少都能逮一条、两条鱼回去哈、啊。哎，它还跑！你看，这是一条多宝鱼，它搁浅在这里了。这条多宝鱼，卡在这里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这条多宝鱼个头不是很大哈，但是很鲜。哎呀，摔死了，我去了。但是它很鲜活啊！哎呀呀，非常非常的活跃还。本事还不小呢，哇塞，个头还不小啊，个头也不小，不说了不说了啊，不说了，给它逮起来，回家做个清蒸，回家，过两天家里来信息了，就用这个胶带啊，报桶里吧，嘿，哎，打点水，走吧，希望它能多活一会儿啊，到家肯定就不活了，你看这里有海葵，看。不能，咱得戴手套啊，不能徒手去弄，它这样一往里吸啊，容易蜇到人。看，看，力气还不小，我明显的感觉到它在吸我。走吧，这坑里倒啥也没有，很干净啊。走，来这边看看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快看，哇塞，两只鲍鱼，大鲍鱼啊！排水口排出来之后，一摞的呀。哇塞，哇，哎，你看，它吃的这个壳子。这个鲍鱼大呀，哇塞，貌似一看10块钱一只，看这里还有一只，我的天哪，今天别的捡不到，多捡两只这个鲍鱼就已经赚嗨了呀，不错吧，好大呀，放桶里啊，走进去看看，这里有个蛤蜊，带走啊，这蛤蜊貌似看着还不小，你看放桶里，我的天，你们看这里两只鲍鱼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它有老有意思了，咋这么巧啊？过来一看，它自己掉下去了，什么情况呀、啊，大哥？你咋掉下来了？大家都看到你了啊！看，呦呦呦呦，这个也好活跃，它是出来玩是不是？你看都没怎么粘，这两个小一些，我拿这个大的给你们看看，不对比就没有伤害。看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差好多呀？天哪，什么？收起来，来这边去看看。会不会还有啊？哇塞，找找，发现一只会跳舞的鲍鱼。今天这鲍鱼都太活跃了，它们不沾石头，你们知道吗？在这里跳舞，看，哟，哇塞，这也是个大的，怎么样？10块钱一只，咱数数今天能赚多少啊？走，你们看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画面，这小鱼在这里攻击这个毛蛤蜊，这个毛蛤蜊紧紧的闭着口。呦呦，它张开口了，你们猜这一场战斗是谁赢啊？肯定毛蛤蜊一伸舌头就把小鱼吃进去了，这些小鱼在这里疯狂的试探，根本赢不了毛蛤蜊，好不好？就是毛蛤蜊其实还挺善良的，要是我就把小鱼吸进去了，我都不忍心破坏这个画面，咱们继续观察一下吧，你们别嫌我啰嗦啊，咱们先把他的邻居毛蛤蜊收了，不是大蛤蜊收了，这是一个大蛤蜊啊，嘿，没有时间看了，咱们给他破坏了吧，收，嘿，这里有那个扇贝，还有蛤蜊，哇塞，这种蛤蜊好吃啊。这种蛤蜊也特别贵，10块钱一斤，你们知道吗？我都买不起，平时都从来不买，就指望干水果吃。看这里还有一个扇贝，哇塞，漂亮吧？有肉的啊，但是它不肥。好大一只的鲍鱼，这是今天捡的第10只了，怎么样啊？哎呦，都是大个的，100块钱到手。哎，海里还飘过来一个烟头，带走吧，带出去啊。这也是污染。说了。